午夜乱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礼拜拜神的第一阶段，咱的午夜乱谈时段哈。啊，来，今天是新历2月25啦哈，礼拜天哈。啊，这里马上就要进入228哈，诶，假日，今年228无连假了哈，无连假，所以就干那拜三放一天尔哈。来，咱今仔日第一段吼，啊，这个闲话少说，接进入今仔要讲的两件吼，一件是这个俄罗斯吼发生的，就是讲这个反对派的一个领袖吼，未使讲个领袖，这名人呐吼，啊，伫这纳亚尼吼，啊，伫关伫俄罗斯的这个北极的监狱吼，一直拢足寒的对，啊，要脱逃拢无可能的吼。竟然我去用那巧言，啊，这真明显看到咱叫普丁啊从事安尼吼。但是当然啦，这个俄罗斯的政府就是这抓一定讲吼，无啦，我对不起我知，跟我屁事啊吼。就这件哈。那么另外是一件就是咱台湾吼相关的这个金门两件事件吼。啊，这咱来个分析哈。就一件虽然跟咱无关系，但是其实这就是国民党的作风啦，你反对哦。我就跟你太有戏咧，吼，就是国民党一贯的做法，国民党甲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党是兄弟一党，吼，啊，共产党就是学这个啊，苏联嘛，啊，苏联就变化做即卖俄罗斯嘛，吼，所以这拢有关系啦，吼，所以你来看这个剧情，看你就说啊，这个是古早这个台湾的陈文成，甲即卖凶手嘛找无，嗯，啊，这个。林义雄的家族啊，吼，两个查某囝咧，啊，甲妈妈咧，叫用创事，这是用脚头想，咱国民党咧都无政绩啊，吼，对吼，这拢连带吼，说选了这个独裁政府，一定要用这个残忍的手段来处理这种吼，这个威胁到伊的这个政权的生存的这种的手段吼，这实在值得探讨了吼。虽然要讲的是这个俄罗斯的事件咧，其实。哦，这个，哦，啊，现在俄罗斯的人拢那戆推，念头啊，嗯，啊，这个、普丁做歹代志，伊那拢唔知啊，媒体拢控制掉了呀，哦。后来，但咱即马先对这个跟咱有关系，这个金门的两个事件讲起哈，哦。这个事件你那是坦白讲，那是二三十年前哈，哦，可能是小代志哈。那么其实顶面咧，咱应该有印象，甚至伫台湾的沿海，哦，常有迄个。啊，那个偷渡客吼，嗯，啊，要怎算偷渡嘛？坐渔船啊，是坐这个吼，坐桶啊，要过来啊，吼。咱这平时这个犯罪走路会坐桶啊过对无？坐走去中国，吼。啊，那个是要来这趁钱，吼。啊，走要走私人过来，哇！你古早那差不多，今麦较少啊，今麦没那么严重了，但应该嘛还阁有啦吼。详细数字都我唔知影吼，但我印象中这个一二十年前，吼，足济啦，吼。啊，渔船啊，今麦。哦，甲古早这个登山过台湾意思差不多，哦，啊，就坐到这个海边啊，哦，啊，所以离这個海岸线还过两三公里就甲骗落，哦，啊，提一个破雷龙啊，提只可以收个收，哦，啊，那无抓到伊就爬起来，哦，啊，就变作来只做这个来台湾哦打工哦黑户安尼啦，哦，啊，有一年我印象中敢那七八当就好，捌发现讲死足济，哦，因为这個风硬还是什么原因哦，哦，我问大家啊。一届讲好，拢一二十个呢，一年拢一二十个死哩，啊，都拢无，也无变做什么题目啊，也无什么差，也无差新闻嘛，无差，讲几啊讲哦，啊嘛无差，什么原因？第一点，因为中国迄边因的媒体感觉这闹气代志，啊，看来咱这吼，伫中国生活啊，讲啊外好多哦，厉害了我的国哦，啊，这再强啊呐，啊，变成那一直要走去台湾，嗯，啊，无这么像这两年是要走去美国哦。走去这个中南美洲，啊，再偷渡去墨西哥，啊，偷渡哦，啊，足济呢，一年拢要几万人，几啊千个呢，哦，啊，台湾迄阵嘛，我印象中迄阵嘛，差不多，哦，十万人人吼，足严重诶，啊，走鬼都无新闻嘛，对吧？啊，若无走鬼淹死，靠，哦，堵死伫这个海边啊，哇，报一站吼，但无差个，所以讲你两行，第一点迄当阵啊，强匪啊吼，还无。要不这个战略性的要侵犯台湾的意思，所以要不你找借口啦，所以一点点哦。啊，第二点哦，嗯，啊，这种
招数要偷渡来台湾这种新闻拿出来，我问你啦，哦，这江辉啊，一阿六啊，那看到伊感觉足老贵，看，啊看你唔是讲咱的国家足好诶，啊那大家拢要走去台湾，哦，所以怎啊吼，这个也无差个，啊无形成什么事件，但是，哦，这前两天发生的这个金门的两件事件吼，哎呦，这敢那无啥共哦，都有差个，哦，啊这事件有严重哦，你敢那看讲美国的政府吼，伫回答这个记者会问问题时，哎，又交代呢，直接讲，希望这个维持现状啦吼，这个希望这个，哦，中国卖乱来吼，啊是乱来啥物来，咱先讲先第一件吼，这个金门的事件第一件就是讲，哎，啊，这个因为金门是群岛啦吼，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岛吼，金门的岛礁边有一粒小金吼。哦就是烈雨哈，烈书哈，烈这一个哈，烈士的烈哈，啊，佫几个大胆，大胆岛，啊，佫一个二胆岛，哦，啊，中国一个老虎岛，啊，老虎岛的这个，啊，这金门的右下方有一个，啊，有一个这个啊，四粒岛哈，这哈，这几粒形成一个小群岛，啊，金门甲厦门距离无远，哦，上近的所在应该差不多三公里尔左右啊，哦，啊，离这个江辉海平迄，哦，海城县什么海城岛嘛几公里啊尔，哦，两三公里尔，啊，伊中吼有一个平常时的足够以来就有啊啦，吼，哦，就这个炮阵结束啊，这单打双不打了，有画一条线就讲，啊，来，吼，哦，你迄边的渔船啊啦，什么吼，哦，什么巡逻啦，你卖经过这条线，啊，阮这边同款。阮的渔船啊，甲巡逻的船啊，拢卖经过中迄个线，吼，啊，大家有一个默契安尼啦，吼，所以持续足久，已经差不多吼，三四十单啊，吼。那么，哎，这问题最近吼，常常有越界，吼，常常迄个掠鱼啊，呜，啊，船啊来就驶过中线啊，就过来，啊，过来吼，那过来一堆啊，吼，咱这边可能顶做无看安尼啦，吼，啊，但若离别较远，比如我离前面已经半公里啊，五百公里。干啦吼，小块干吼，啊干因就搁断下，所以有根据统计讲，这几年已经哦，一年超过4000盖有越界的情况，啊被赶回去。那么前个月刚刚发生个代志讲，哇，有一台渔船啊越界啊，哦，啊咱嘛甲警告啊，哦，嘛用个无线电嘛用个喇叭甲讲话，哎，你越界啊，你肯定吼，无你信到啦吼，这台渔船啊，这台渔船个啊都哦三无啦，三无船啊无白啦，哦。啊，无这个尊名啦，无登记，什么啥啥拢无。啊，他过来的，哦，理论上这吼，既然个拢无挂牌，吼，啊，唔知尊号几号，达行拢无，吼，就主要就等于那边的布隆江的黑白苏人那边的苏林尊啦，照讲这未出问题才对嘛，吼，哦，反正唔是，即摆迄代理来了，啊，咱这边海巡的就甲赶，嗯，啊，赶也嘛无你甲你信到，啊，海巡的只有讲哇，第二阶段就要冲出去啊，唔冲出去甲。船啊，甲哦，近距离甲关了，甚至登船。你伫我山的，我这边我都有权利登船啊。安尼听有啦吼，啊，就要甲你吼，登船其实嘛未安怎啦，登船就是讲，除非有查到啥物犯罪，但无你就查台就走嘛，甲你赶走安尼吼。结果呢，这个船啊要去甲动，要去甲吼靠伊要甲动，伊嘛无你插出来，靠加速要逃离。啊，咱这边的这个海巡船就甲对岸嘛，对，扑一个有小块弄着，一里安尼啦，当然是要甲弄个沉啦吼。啊，即摆伊就加速要去走去，哇，翻覆，哦，翻覆啊，船啊顶敢那唔系过来，四五个过来个吼，其中有两个落落海底，怎啊失踪的，救无起来，淹死就对啦，吼，哦。好，这代志就搁遮嘛吼，搁遮啊，当然两个，这个伊嘛无走去，就掠当个问案吼，啊，问话就当然吼，哦，越界啦吼。哦啊，这当然，这件事件，以事件本身来讲，有两个绝对的啊，你就违反咱平常时的默契嘛。你已经礼拜，甲你赶，你又无要走，哦，啊，阮船啊出来，你也无马上回头，你嘛继续要啊，叫你停，你也不爱停，哦，啊，这时阵都要哦，强力手段嘛，登船检查，吼，哦，这个意思嘛，吼，哦，这是一个部分，这个部分，那你来看迄规定，咱这边是无唔对的，吼，哦，你就吼，哦，这默契嘛，吼，哦，默契就是。不成文的法令，这问题来，伊过去接触要登船是一定要接触嘛，无你免得登船，对吧？啊，接触会碰撞，
即马阿达加迄边罗讲就是碰撞我的兵船的呀，哦，啊，咱这边讲无，你是因为你要走，啊，你速度紧，佮转弯，你才兵船的呀，哦，对吧？两造有不同的看法哈，哦，但不过那总是死人，啊，死人的这代是当然啦，咱安尼讲哈，是大代志，一条我咧分析，但是袂讲嗯，啊，因为是翕死的是阿达加，所以我等都无看咧，袂安尼，因为只要，哦，虽然讲强辉啊，因本身咧看阿达加就是。人命较无值钱嘞，咱这并未使呢。我们还是重视人命。以这个部分看，吼，哦，咱有那爱检讨讲迄个执法的手段啦，吼，哦。我有权盯准检讨，但是我是咪，吼，哦，这个无够耐心啦，吼，哦。不过无一些无一寡存金啊，才造成啊，毕竟害死人命，这去到全世界任何所在拢是大代志，吼，哦。所以这咱有那爱，吼，哦，有讨。反省讨论的空间，这问题，这问题来啊！吼，这件了，首先中国吼开始大做文章啊！吼，哦啊，占领啦，讲讲吼，啊，佮迄本来伫这边问了，问靠近问壁炉问了，已经拢无代志，伊嘛感觉吼，吼，哦，这个越线安尼吼，佮放完了后，开始伫中国迄边媒体大做啊！吼，讲我这作战一枚啦，粗暴啦。即看你，你若阿强诶媒体有咧叮当，有咧宣传，即表示即有后壁绝对有政治势力吼。就是讲共产党一定咧指挥，哎，去甲掠好大，掠好大吼。毋是像即个咱头仔讲吼，几啊年前，哦，七八年前，迄个船啊伫台湾海边啊，哦，啊，即个放人要来偷渡，叫哪淹死吼？迄毋是真哦，你靠，意思讲，共匪啊要直接讲你台湾乱执法吼，啊，过来。甚至就搬出后边迄头，这是我的土地啊！你台湾金门妈祖这种我的土地啊！你伫我的土地顶管，甲我的人讲要检查一下，讲那阴事，这要找你算账哦！来，这个背后可能有他的哦，要挑动的物件，吼，这咱来注意哦。好来，马上经过两三天就发生啊！吼，哦，那么哇，这里因为咱讲实在啦，金门那边吼，即马对台湾来讲都唔是啥物军事。军事要地啊，我拢靠遐拢派，对吧？观光圣地，即摆去马祖、去金门佚佗人足济啊，吼！啊，观光圣地，金门细细所在要耍啥物吼？除了一寡山洞、一寡这个吼公园以外，啊，无就是坐船啊去耍啊，吼！哦，看对面迄个厦门哦，足闹热嘞，大楼安尼高楼大厦吼，有啥嘞啊？吼，好嘞，啊，这嘛拢几啊一二十年来拢安尼拢相安无事啊，就反正你都。哦，你观光船啊，你就差不多伫中线这边啊，洗，哦，啊，等下就拢，哦，一天可能几啊班咧，你佚佗咧咧，哈，啊，无啥物啊，想袂到，伫这第一件金门事件发生，就是死两个阿拉阿了后，即马开始哦，诶，换因强匪啊来啊，吼，登船检查，啊，这代志就大条啊，吼，这咱安尼听有个人杀无葬，这是啥物话严重啊？严重啊，因为这个虽然伊迄边一直画啥物。台湾金门妈祖这种野土地，但是啊，本来有遵守一个不成文规定嘛，就讲迄这个山那边，哦，你会使你那边恁处理，啊，这边阮处理，嗯，啊，起码说连阮这边你游览的船，你也会使登船，这靠背啊，这主权发生混乱，各位朋友，主权哪开始混乱，这可大可小，伊嘛会使讲啊，无啦，这个吼技术问题啊，然后以后就自然就好啊，嘛会使安尼哦，啊嘛会使用这个冲突。制造一个下一个更加大的冲突，迄个战争就要开始啊！各位朋友，这个问题严重，而且所以这个金门的两个事件吼，其实可大可小啊。所以吼，当然啦，你来徛两边吼，这个、有一挂专家拢分析，这伊看起来是袂野大啦，因做简单伊一边吼，伊迄边唔是叫这个军方你处理的吼，伊出来派出来甲咱登船检查，嘛是因一边的这个海警吼。警察单位就对啦，公安咧就对啦吼，啊，你看起来唔是要惹事的迄个感觉吼，啊，咱这边国防部嘛有发表声明讲，不是国防部不介入吼，因为这你来变军方介入，因为目前是迄个海巡的升起，我咱这边的这个保安的就警察的性质的就对啦吼，啊，所以未啦，那安尼看是未，但是是安那美国人要讲话吼，注意听，这美国一讲的，那真正就是。事件才死，他还要讲话。你讲的就讲，美国的专家绝对了解，全世界拢同款战争的引爆点吼，不一定爱大家讲我啊，
开始拍，开始震啊，开始拍军火，开始弄啊飞弹哦，哇，唔免啊。这个、听到没有？应该呐，对历史稍微有了解吼。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吼发生的是，伊引爆点嘛，足简单嘞，就是一个迄、那个哦，奥地利的一个哦，一个王储哈，这太柱的对了哈，啊，这个去到这个南斯拉夫哈，去因为南斯拉夫内底兵啊，内底有。暂时迄个奥地利这边奥匈帝国原本的领土嘛吼，啊，但是呢，人民有一挂以斯拉夫民族啊，所以会较挖俄罗斯诶吼，啊，所以民间的意思较反对这个奥匈帝国奥地利那边的吼的政府吼，等于比通理解就对了吼，啊，所以吼，怎内底有一个百姓吼，怎牙签蹦一个弹到迄、那个哦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吼。北迪南大公，当时哇，英博世界大战，你茫看，嗯，一个人死，那也甲全世界陪葬几千万人诶，那安尼，啊，若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也严重，哦，歹势，有当下这个擦枪走火，哦，当然迄个，那我讲这个典故就是讲，因为迄人是迄个较重要诶人啦吼，这班人可能政府诶这班人，所以然后引起世界大战吼，所以。也不要小看，卖小看讲，这就是靠妖啊！这两个阿拉古因家己哦，这个硬要入来人个海域内底要掠鱼啊，哦，啊才出代志啊，不是讲完全是台湾的唔对啊，台湾也唔对，哦，那十分你讲好啦，伤急伤过凶啊，互你落一个落两个落咧，可能爱有哪爱负一两分的责任，但是出呢，你两卖过来都无代志啊，哦，就可能哈马斯，嗯。啊、你也卖无代袂强，台死清死的，你怎会买付出遐大，大概死两三万的，对不？就靠遐的事出必有因啊！以这个角度看，这个啊，所以美国人讲话就是合理啊，伊讲就不要各家得好啊！你两边来要处理，用这个行政部门的这个警察单位来处理啊！啊，唔通啊，用到尾变冲突就变军事啊嘛，军事就开始开始，当时要擦枪走火，唔知啊！啊，你若发生了。你嘛未使干那怪台湾啊，台湾爱保护家己啊，就弄落啊吼。这个事情目前发展是安尼啦吼。那么大家要注意吼，这个、我也是一句话，咱顶礼拜我有讲吼，时时刻刻爱提醒家己，阿强啊，找空找方，要来找麻烦吼。唯一的解决就是讲，你比伊较勇吼，你来你就死啊！若要发动战争吼，恁爸十里先互你死的。这吼、哦，我感觉未来的政府若讲连这个概念吼，啊，不止政府爱安尼做。爱好百姓有这个共识，讲那真正要输赢，都只好安尼啊！哦，啊，咱虽然也有准备，唔忙个，大家结靠，什么无代志无代啊？买啦！哦，不是呗？这件目前看起来是买，但是我讲爱注意这个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啊、哦！好来，第二部我要来讲这个哈、哦，这个纳亚尼哈、哦，这个俄罗斯的反对派的一个名人，这也未当讲个领袖哈、哦，这那领袖哈、哦，早就用台掉了。领袖的意思就讲，嗯。伊若出来发声，哇、哦！规俄罗斯会架起来会甲普京冰雕，吼、哦，安尼就是领袖啦。但伊即马这个那年纪出名人，就讲这个人敢，吼、哦，敢反对哦，吼、哦。这若要认真讲，就大概像咱台湾吼，迄种美丽岛事件还未发生进程，吼、哦。而这个黄信介啦、康宁祥啦，这种人物啦，吼、哦，就讲伊已经有一挂反对派吼、哦、追随啦，吼、哦。但是这个无组织，吼、哦、啊。嘛，还阁无能力推翻这个普京，啊，现在无能力，足简单嘞。第一点，这咱看得出来，俄罗斯根本就是恐怖统治嘛。你上加反对，我就给你弄个死啊，好不？今无还阁无一个嘞，啊，什么伊个作中诶，哦，叫反无成，叫掠去软禁，了无还阁来甲创死哈。这第一种就讲，伊迄个作战力诶。第二点，哦，就讲。这个俄罗斯是媒体控制的国家嘛，你包括网络，包括媒体，百姓一旦收到足有限的，啊，所以吼、哦，大概伫俄罗斯，咱即摆可以想象啊，伫俄罗斯的这个百姓吼，伊有迄个反抗意识的，哦，可能十个差不多一两个，像咱古早台湾的国民党一党独大时代迄种情形，就讲内底有啦，有反对派，啊，就报纸顶到头看啊，嗯，啊，你着中央日报、青年战士报讲啊呐，你着顶到头看就对啦。哎、欸，就是真正的事情哦。俄罗斯这么吹，所以内底有那有一个反对派，没错哦。但是人数无甲过半，甚至差不多
一两声俩吼。啊，所以吼、哦，这个嘛，因为安尼啊，就是因为这个情形吼，所以普丁吼、哦，就真样啊，这个起码都还未大尾咧，先甲你创个死啊，等嗯啊，你等一礼拜到尾啊，真正大尾起我就害啊吼。你知影这个专制独裁的社会吼，通惊人民觉醒啦，还是讲爆发事件吼，那无事件。哦，可能大家好骗好骗啊，好怪好个，大家暗面见头啊，就愚民政策啊，啊这其实普丁看俄罗斯变，伊无甲你当作是人啦、啊，这猪啊，我都饲你食饲了，啊猪啊给人个啊，你猪啊就对我行，对吧？甲即马阿强啊差不多啦，吼、哦，就是讲低高骨的社会，一定要要去改这个吼，这个厦门大学这个，这个吼，那个什么苏定后、啊、来台湾，啊这朋友叫我去，我讲。因为咱用遐走料咧食，我讲啊，啉酒啉我三分五，我怎啊直接甲呛？我讲啊，啊，你中国是咩？你是禽兽的社会，大家人唔是像猪啊，就像牛、像狗安尼，啊，啊无人的思考，哦，哦我讲迄个厦门大学气干呢，哎，瞪伊瞪到安尼好大细声，但是吼、哦，我会当看出伊的无奈了，啊，就是这老一爹咧讲就足歹听，但嘛是事实啦。现在俄罗斯跟共产党差不多这样啦、哦、共产党来中国里面敢有影都没有那个没事情的人有啊可能一声半两声啊再来他不敢讲话啊他讲话会出事情 啊所以整个声音都是共产党在讲那些声我相信这个、哦、我说啦共产党是学那个苏联啊苏联的、东方的继承人就是共匪 啊这个西方的继承人就是现在普丁 啊所以因一寡讲一寡机会，吼啊骗俄罗斯变成，啊即马即个人虽然关掉咧，吼、哦，这关伫这个监狱内底，但是靠遐啊民间会传呐，吼啊即马、哦啊，那么伊甲创死了吼，这我讲啦，你卖用吼卖、哦、用大脑想，用小头想，用包皮想都，用你的懒胶毛想，你就知这就是俄罗斯甲创死的，啊、哦，这问题来就讲创死了，你若讲国际拢掂掂吼，嗯。啊，秘书，这都阮兜的代志，你甲我管吼。古早国民党时代哪，迄个什么东吴啊，什么人权问题，国民党拢会讲，请你们不要干涉内政啊。啊，那内底有一个波兰，像林永刚就讲，戒严只有3%，不千分之三啊，这个不是问题啊。我这也只有公安才有官人做，对吧？哎啊，像这个经营吼，我来看这我那看迄、那个。这个第一点，媒体爱入去俄罗斯内底啦，哦，这个情形一看，咱这就叫普丁甲做掉啊！啊，普丁伊闲啊，袂当容忍，啊，就人就甲你关伫内底啊！你哪会搁一定爱甲创死？就惊因为外口那一直喊，哦，还讲纳亚尼，我这是英雄，我这反恐家的领袖，哦，我问大家，闲啊，刘小波一定爱甲创死，哦，一定爱甲关甲死，嗯，啊咧，外口免济啦，哦。14亿人内底，哪有1400个人？你推广这个刘小波啊，伊、哦、的想法啊、哦，推动中国爱民主，中国爱自由。1400人，反正未输1400的原子弹咧，弄死呢哦，同款原理啦。吼、哦，这个自由民主的可贵就是在这一句吼，佮、哦、包括讲哦，特别讲到尾，咱有一天来好好讨论吼。哦请大家想看嘛，是安怎阿强一定要来吃台湾？靠呀！你台湾已经足习惯讲安尼，哦，后边为啥咧乱讲？啊，这里也咩，那里也咩？嗯，啊，你靠呀！这那可以变个十档、二十档，安怎变做一种习惯？大家比较讲，啊，台湾啊自由，嗯，啊，中国那也无自由，会去革命呢？吼、哦，所以吼、哦，这个独裁的政府一定想空想旁边啊，甲你这个。哦，民主自由的传播者一定爱来创个事啊，对安尼啦。啊，这个台如果那国际吼、哦，一直加着这个点，一直用甲全俄罗斯的人拢知影吼、哦。我讲，我那是我讲普丁，我那无遐好食困哦。这第哦，这个历史，有个人是就战争论战争拢好，即嘛拢在对讲啊，乌克兰会赢啊，是俄罗斯会赢啊。其实我甲大家讲哦，这有这个部分哦，这个思想大转变。这个情形，我那爱作注意哈。大家想看嘛？如果今仔日哦，台湾来还阁是一个种靠遐恶被骗哦，恶被怪啊，大家拢会相信咧。国家靠哦，即马台湾塔，早都叫阿强吞去啊！哈、哦，大家听有啦哈。好，咱先讲到这啦哈，啊，这休困就继续等。